今天的抗议物资全部卸在垃圾房里边。野猫看到吗？这就是我们的话要吃的蔬菜。我讲，叶子军拿要紧。那啥人家是居委会人？有人吗？物资扔在垃圾房是谁想出来的？我在这。是谁想出来的？你给我个回复。你在拍视频？对，我在拍视频。敢说话吗？敢说。放到这个垃圾房里面，你我跟大家敢说话吧？我看过了。我看过了。我看过了，这个垃圾房现在小区里面这么多阳性，所有的东西垃圾全在那个垃圾房里面集中转运。有没有垃圾？你不要跟我说没有垃圾，地上都是脏的。几张纸板上能够解决问题的话，我们现在还要家里在家里边这边隔离干嘛？你把东西放在垃圾房是谁想出来的？我想出来的。你真牛逼！你叫什么？把口罩拿下来。你告诉我叫什么？我叫胡坚，党支部书记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抖音。